大家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继续学习啊这个第44节课的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是什么内容呢？啊，上节课我们复习的是学习的是什么呢？名词的后面加这个라면모르가，表示呢啊要是什么的还行啊。那么其实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不行这样的一个啊用法了，表示转折的关系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话怎么翻译。两个人吃还行啊，四个人吃呢是不够的啊。那么两个人怎么说呢？두사람啊，두사람后面加什么呢？이라면啊，두사람이라면모를까네사람이먹으면啊부족한것이다。你看正确答案啊，두사람이면두명，두명也是表示两个人，두명이라면모를까네명이먹기에는부족하다。那么내면是四个人啊，那么먹기表示呢吃的这个事情呢啊，那么在这个吃的事情上面是什么呢？부족합니다，是不够的。那我们再来读一遍，두명이라면모를까네명이먹기에는부족합니다。那么上节课我们还学了一个啊，在动词的后面呢加这个동시에，加这个는동시에，表示呢在做什么动作的同时。那么它还可以跟这个名词啊，名词的后面呢加这个인，加인同西哎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怎么翻译？她是孩子的慈母，也是父母的孝女啊。那么그녀는아이한테아주은엄마인동시에아주은엄마인동시에아자상엄마인동시에怎么样呢？부모님께효성스러운딸입니다。那么呢，그녀는她呢，자녀에게는对于子女来说啊，자녀에게는是怎么样呢？자상한，자상하다是慈祥的意思啊。자상한어엄마，엄마呢是一个名词，所以后面加什么呢？加인동시에，这点我们要掌握一下。那么还是什么呢？부모님께啊，께呢是这个에게的尊称的形式，因为父母呢是我要尊称的人，所以呢부모님께효성스러운啊，효성스러운呢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呢有效的啊，非常尽孝心的什么什么。那我们说효도啊，효도呢是一个名词，表示孝道啊，孝的意思。那么形容词呢是효성스러다，효성스러운딸입니다，是非常慈祥的，非常孝顺的女儿，这样的意思。那我们再来读一遍这句话，그녀는자녀에게는자상한엄마인동시에부모님께효성스러운딸입니다啊，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呢讲过的两个啊重要的语法。那么这节课呢我们要讲的语法呢在上面啊，一个是这个儿세라，一个是这个엄마따라，